真实的事。口服液叫那个什么什么健脑什么叫什么安神什么补脑液，我喝完了我舌头麻呢，怎么是不是过敏呢？小时候刮过好使吗？是不是吃到那个太苦了？它能是太苦了吗？是不是太苦的事儿啊？不怎么好喝。我都生气了，这里怎么翘出来一根？因为我这根就是这根啊，就是这块那么这根吗？因为我是一条小青龙。我头上有七条，我身后有尾巴。欢迎哥哥们啊，欢迎大家。好了，咱就有一刷礼物的哥哥们，谢谢你们啊！谢谢大家在那个扣的六六。完了，再以后去九九一呀，你们别说拜拜，你就说不走了，到谁家也是不走了，这样吧是尊重，知道不？其实我观察几天，咱们家都是去哪儿了，完之后我一走了就拜拜，给人主播整的可尴尬了，是不是？你就不走了，你走了能怎么的呢？对不对？是不是？对对。什么事不都在好在嘴上吗？有道理不？你看假如说谁上咱家打酱油来了，假如说啊拜拜，你说我是尴尬不尴尬？人家说不走了，不管人家走不走。谢谢电脑新人开的守护续费，谢谢谢谢，感谢哥哥。完了吧，你看就是哪怕是骗你的也是善意的谎言呀。我也是个小秘密，你起码面的过得去吧，是不是？没毛病吧？咱一点，咱们一点一点的，是不是？一点点改掉咱们以前的小小的小小的坏毛病，对不对？也不能说是坏毛病，就一点一点的得到就是别人的认可和尊重嘛，对不对？谢谢谢谢，感谢电脑，谢谢哥，找一下哥，把我歌曲高高哦。谢
谁骗你了揍他一顿，没人骗我，就有一点小小的瑕疵咱们尽量给他完美，对不？还有就是有的人刷错礼物了还没刷，就是其实吧咱别去见怪，对不对？因为啥？因为你有的哥哥可能不知道刷错了，人本身好意想送你礼物，没寻思你说要不要巴掌了，对不对？谢谢飞絮哥哥。这个话我就挑理了啊，我们歪歪的主播都很优秀的，对不对？都很优秀的。对别人的尊重是不是？起码以后谁来了是不是人都是欢迎菲儿姐，一会儿菲儿姐给大家唱歌什么的，是不是？就像咱们就是正常过生活一样，就是父母这个德高望重哈，他就会就是尊重他们家的孩子，就是他家孩子就受人家看重。就是说你们这个粉丝比较强大，你们老大出外边也是就比较那个啥，就比较这个受人重视，你懂不？我是以粉为贵的人，你懂吗？这个是难能可贵的一种精神啊！这个歌名叫那个啥，叫我是一条小青龙啊！到那个咱们到老的时候哈，就是父母老的时候是看谁呢？是看子女，子女成有成就呢，就是说得体呢，还有这个好啊，他一般都不都是看子女去尊重他们的父母嘛，就你尊重你的父母，他们才会尊重你的父母，这是一个道理，是不是？就是都是相互照应，所以说是我是以粉为贵，现在懂不？出门呢，我是以粉为贵，在咱自己公会呢是以主播为粉贵，不是？应该咋说呢？您都是在咱公会，哎，这是我菲儿姐家的这个粉丝哈，很尊重你们，你们必须得有样，知不知道？你看，等你们出去呢，哎，六九军团老大是菲儿啊，这不菲儿来了吗？粉丝夸夸一刷，哎，菲儿把菲儿抱上来，是不是这个？嗯，就是这个道理吗？对不对？明白了吗？得有样，你是不是？我头上有七角，我身后有尾巴。我是不是说的还是有点道理的？没毛病。谢谢。就假如说哈，现在寸草心哥夸刷棒棒糖，有的粉丝比较激动，你是不是傻？人家刷周星都刷八了，你刷棒棒糖？不要这么说话，就是一句话可以寒人三月，什么玩意心？怎么说的吧？虽然说我没有什么文化，讲不出那些比较文绉绉的东西，但是那话怎么说了？一句话寒什么三冬啊，什么玩意？那怎么说的了？谁给我解释来？谁给我说一下那个叫啥了？哎呀，快点的，我不许我要说一句话，一句良言三冬暖，还有一句什么，还那句话啥了？恶语伤人六月寒，对对对，就大概这个意思，没毛病。完了，你可以说呀，你说那个，假如说寸草心哥哥，菲儿需要巴掌，可以刷巴掌吗？什么的，这是菲儿的，可以刷一刷巴掌啊。现在那个别的礼物或者婉转一点，人家是不是很开心啊？对不对？这我以前就比较虎，你们可不能学我。对，是不是寸草心哥？谢谢豪哥。虽然说我没有多深的文化，但是道理我还是懂的。因为有些人比较着急，但是不得不说，咱们家的这个年纪啊，都是年龄化就是非常大一点的。但是咱不可以，就是说咱们说话比较直接了，但是你得考虑别人能不能接受啊，对不对？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怎么整出这句话呢？这句话的解释跟我刚才说是一句什么三什么寒，
那个是不靠谱的。这句话的意思我给你解释一下，啥呢，就是你做这一件事啊，不是一下子做错了，就不是一下做错了。假如说我对你不像以前了，那对不起，指定是你跟我差事儿了。但差的不只是一件事儿啊，应该是这个意思。谁说我大了？我30年前16岁，那你46了是吧？你看我会算账吗？对不对？30年前16岁，那你就46吗？其实真的我是没有太多的文化，但是我觉得有些道理我是懂的，也是懂的。就是你有再高的文化，你不懂道理也不行。出门就掉链子，以后慢慢就不掉链子了。36年前16岁，那不就是46吗？风格吧，风格抱一下，谢我风格，谢我风格的工具。那才多大呀？30年前16岁，你加30，对呀，30加16等于。46吗？你还打出56呢？怎么？谢谢风哥。这个我告诉你，这个视频我一直留着呢。我最啦啦的爱。哎呦我的妈，再来一遍。对不起，也留着啊。再来一遍。我最啦啦的爱你。感谢风哥。感谢大哥，谢谢大哥，我呦呦呦呦，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不行，我要唱一首这个歌叫厉害了，等会儿啊，厉害，等会儿，了了了了，厉害厉害了，谢谢峰哥，哎呀，把这首歌送给峰哥，以及代表我峰哥送给全场的宝宝们，谢谢。这个世界变化快，幸福太突然，突如一而飞起来，无极变疯狂，成功靠打拼，个个积极正能量，无论农村和城市，处处都好玩，这个日子有坎坷，机会有很多，洪荒之地有爆发，对点来点赞，一个小目标，我们哥哥和赛雷，撸起袖子加油干，才华最忧伤，厉害啦厉害。
呀，哎呀呀呀，谢谢谢谢谢谢，感谢风哥，谢谢村长新哥以及咱们家全场的伙伴。这一个飞机给我打乱直播的节奏了，这整的有点啊过分了，哥啊过分了，谢谢那个，呵呵，谢谢强健哥给我整的我不知道说啥了，啊，好好的唠嗑好好的，完了突然来个飞机，欢迎风情哥啊。就像看电视似的，你看看看看看，正看广告呢，突然来个电视剧，你这整的，哎，啊，哎，谢谢叶子哥哥，还有高金山哥，说反了吧？没有，你听反了。谢谢云中喝酒哥哥，谢谢生生入耳，谢谢成哥，谢谢你念成毛哥，还有平凡人生哥、信仰哥、小文哥、兴旺哥，还有森哥哥，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欢迎华哥啊，欢迎华哥，谢谢，也欢迎我们家所有的哥哥们，欢迎玫瑰哥哥啊，再次呢哈，我那个正式的那个啥了，我一会儿弹窗了啊，正式的欢迎一下我们家哥哥们啊，哎，那个叫啥了，欢迎南哥，欢迎牛牛哥啊，哎，叫啥了？来吧，那就这样吧啊，那就这样吧，来我们隆重欢迎一下啊，呀，欢迎一下那个，欢迎一下我们家的哥哥们啊，谢谢这个强哥送的汤圆，哥哥们有巴掌的可以送一送巴掌啊，首先啊，让我们看一下贵宾席的第一位，也就是我们的寸草心哥哥，谢谢啊，昨天刚刚开的公举啊，很荣幸也很高兴啊认识你啊，欢迎你来4823这个大家庭，这个大家庭很温暖，很和谐啊，很和谐，么么哒啊！你的加入更精彩啊！谢谢谢谢，也再次谢谢我们超级大场控鼓舞哥哥啊！啊，欢迎大丫啊！欢迎我们墨霞哥哥，可能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一个小老头啊！告诉你，非常厉害啊，文化水平非常高，动不动就能给你被上一课批评一顿啊！好，欢迎我们灵天叔叔啊！谢谢，欢迎我们灵天叔叔。灵天叔叔呢，啊，这就不用说了，天天就属于咔，我就挂机，电脑不死机，我就一直在这挂着，哪儿都不走。啊，还有我们的鬼哥啊，我们鬼哥呢有个至理名言叫啥呢？不好好的，我就给你带走。啊，还有我们峰哥啊，还有我们峰哥，在我周年庆啊，不是在我过生日的时候新开了一个公爵啊，感谢我峰哥。还有我们牛栏山哥，牛栏山哥平时一般时候不开不说话不说话的啊，就是除非啥情况呢，就是高兴了，嗯，喝点牛栏山就开始唱那个唱歌啊，唱歌就是唱那个就是粤语的歌啥的，特别拿手啊。等那有时间，等有时间让你们听一听啊，饿狼传说歌啊，就是他啊，就是他，就是。一般的时候不说话，说话的时候是挺狠，嗯，啊，还有我们玫瑰哥哥第一次来，应该是啊，第一次来，不知道有没有我家黄啊，欢迎一下啊，还有我们夏天哥哥啊，还有夏天哥哥这公爵又回来了，那几天好像掉了整的，再次谢谢夏天哥哥一直默默无闻的支持了飞人多少啊，好几年了，就是平时聊天说话，就但是哈、啊、像叔叔一样长辈一样，爹、yeah. ，没错，你家打门口啊。啊，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还有我凤琴哥，凤琴哥是啊，一七年的时候开了公爵，一直以来就是没事就是经常来飞儿这陪飞儿，但是现实生活中估计也是很忙。再次感谢凤琴哥哥，谢谢凤琴哥哥对飞儿的支持和陪伴。这是灵儿啊，俺徒弟啊，这个是电脑外的新人，属实的这个哥呀，你以前叫啥？你先说说你以前叫啥？就是这个，我告诉你哈、啊，就是这个歌，我就一直就是说，因为曾经好多个就是叫电脑外，但是以前是绝对是老人，绝对是老人，他以前不叫这个名，但是他为了隐藏他真实的这个啊雄厚的这个实力，他很低调的叫电脑外外新人，人家都是叫新人 YY 手机新人啥的，
但是他为了隐藏自己哈，就整个这个名让我不知道他是谁。嗯，属实挺厉害，但是始终守护没有掉过啊。今天刚刚去的守护，还有我听君哥的守护，都好长时间不掉了啊，值得表扬哥。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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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哥啊，这是桃子我徒弟，还有小乐，非常给力的小乐啊，这拉票啥特给力，咔咔年度就给你放一个攻击禁区，勾勾勾勾勾勾，就那个。老坑了，这专坑公爵。啊，这伤心隐退网，我这个属实不知道是谁了啊，属实我不知道他是谁了啊，非得小歌迷，这圣哥，圣哥，谢谢啊，这名儿比四八二三还给力啊，谢谢哥，还有修行哥哥啊，哎，这是花花，我们公会七台的花花，还有黑土哥哥，黑土哥哥啊，属实我要说一下，黑土哥哥非常关心我，就是谁要说我一句不行，那不行，啊，这属实不行，就干你。老执着了，就是好几回有在那个微博呀还啥，就威胁飞他，就完了，不行，可担心了，天天要跟踪他，不行伤我飞，就这黑土哥对我老好了啊。啊，夜华哥，啊，还有宝平哥哥，宝平哥哥也是很支持飞儿的，谢谢哥哥，谢谢哥哥啊，等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升一下公爵，你有那个实力哦。还有这个是花心变态哈、啊，花心变态，这个那谁，那个小号，还有谢谢，还有欢迎善待自己哥哥，玩物丧志哥，这些都不用马甲，但是希望菲儿的可以改一下咱家马甲格式，一个侯爵很了不起啊，为菲儿站一下，站围一下爵位团，是不是、啊？谢谢谢谢谢谢，还有上哥、天涯的五哥，这都是咱自己家人了，往后都是啊，这都是咱自己家人了，这个就一往后就那个啥了。他很多人，这都是咱自己家的，往后翻老多了，我告诉你，真是的，前年也是，年前我也升公爵。截图，你要跑了，我追你家抄你家脖子。猪也不少呢，对呀，我们这个和猪妖、小猪妖们也不少呢。但是哈，小猪妖这，但是你那个猪头回来一定要告诉我们，我们那个军团啊，还有我们家粉丝，还有菲儿，一定要去看看那个看看猪头，因为这个手术应该是不小，我们都很担心他啊。到时候回来的时候，我们一定全去要看看他的，到时候记得都通知我们，告诉我们啊。知道了吗？谢谢发哥，明天我升公爵必须截图。谢谢我发哥，我发哥往上抱一抱。猪头怎么的了？猪头昨天好多宝宝说猪头为什么没来？他一直在忙着那个住院啊、手续啊，生病了，可能要动个小手术什么的。祝我们早日康复哈。那个给我手机转的账啊，手机转账，但是你们不知道，就昨天我也说了一句，可能好多宝宝都不知道我文为啥没来，你们可能不来吗？谢谢夏天哥哥啊，谢谢谢谢啊，谢谢夏天爹。存档了，必须的吗？来来来来，我给你看一下啊。我们家场控，你要干啥？干别的不行，你说抱人啥？抱人不快。你说封人不快，他还能给你封错了啊？这儿呢，嗯，咔，人生来工资，工资加200啊，给我记着。截图了啊哥，歪歪号差一个没截上啊，这个事绝对干得漂亮。对，加工资。谢谢热爱每一天哥哥，谢谢谢谢谢，欢迎小李飞刀哥啊。对，就是兄弟们一定要谁来一定要热情，什么是热情？夸夸就是一顿刷屏，这种感觉是飞一般的感觉，你知道吗？别坑我，我不升攻击。我没坑你发哥。你是公鸡和母鸡中的一个战斗机。哪能是公鸡所比较的呢，真是。我哥老低调了。嗯，此时此刻我是不是要唱首歌呢？弹个窗啊，谢热爱每一天哥，谢
承受痛苦挣扎。感谢辣，你耍你耍你耍不耍，多耍多耍还想多耍，为什么始终不能够放下，别让自己为难了。你耍你耍你耍不耍，多耍多耍还爱着他，就让他一起随风散去吧，别让自己留恋啊。给我送个鼠标，今天我周年庆时候送个十号呢。谢谢方哥，谢谢飞，谢飞牛哥哥，卡号是3031414哟。梦是努力保存的号码，明知道想着某天会有回答，哭红眼睛流出的泪花，忍不住泪湿落脸颊，骗自己难道还不够吗，一个人痛苦的挣扎。你傻你傻你傻不傻，多傻多傻还想着傻，为什么始终不能够为什么始终不能够放下，别让自己为难了。你傻你傻你傻不傻，多傻多傻还想着他，就让他一起随风散去吧，别让自己为难了。爸谢我班哥，感谢我班哥送来的班长，谢谢哟。嘿，三星任务看看啊，咱能过三星不？二星已经过完了，咱们努努力过三星任务啊！没有刷真爱的宝宝们，记得我们刷刷真爱哟！感谢龙武哥哥，感谢感谢承诺哥哥，谢谢那个邦哥、孤独哥、深幽之水哥哥、馒头哥、秀姐、阿飞哥、飞牛哥、黑夜哥、素哥，还有红尘哥哥，感谢开幕重尘哥，还有铁塔哥，还有九哥、肥猪哥哥，还有五星车青哥，还有热爱每一天哥，谢谢那个花龙哥，感谢大家送来的巴掌以及好多好多小礼物哦，谢谢你们，感谢正哥，谢谢一秒族的兄弟们，谢谢肌肉哥，你在刷屏要发9666。你傻不傻啊，这个哥跟大家开玩笑，谢谢这个刀，那个三个刀念什么，刀云哥哥吗？哦，存档了，好好好，好的好的，谢谢谢谢，感谢哥哥们，谢谢承诺哥哥，呵呵厉害了，承诺哥哥刷多少这嘎还刷屏呢，是不过卡王给承诺哥卡一下火，没有觉得我今天很漂亮吗，三个刀念不念刀念啥，三个刀荔枝怎么写，我怎么感觉像荔枝呢，荔枝怎么写，三个刀念啥，荔枝是三个利哈，不是三个刀，就感觉有点像，是不是有点像荔枝，它那个是利哈，三个刀到底念什么，你们我告诉你们，我觉得你们就是故意的，是不是想让我普及一下这个
字典的知识这些字儿，我觉得我开直播我懂了好多东西。念刀吗？我真不认识。念梨呀、啊？保姆快点查字典。念力，你是念力吗？三个刀，就是上面一个刀，下边两个刀，三个刀，念三刀。咱开玩笑是开玩笑，但是这个字儿必须要较真儿。打上百度找去，三个刀念什么？这个万一有小孩听见了，还以为我误人子弟呢，是不是？起码我也得传播一下正能量啊！我不认识，我可以查呀，查完了告诉你们念什么。念礼。面试，梨梨梨，念梨二声梨是吗？二声梨，记得三个刀念梨，二声的梨，跟我一起读，乐意梨。让我们深深的记住他的名字，念梨。好，我们又学会了一个字啊，好棒哦，加油！哦，念梨啊，好，今天我们哎，谢谢。后边那个字念什么？梨完了，那个后边那个字念什么？像云似的。梨二心吗？这个上面是梨，上面一个二，一个心。哥，你去找我识字吧，我都好，哎呀，我脑袋都出汗了。梨二心哥啊，谢谢哥哥啊。谢谢明哥啊，谢谢南哥。念肉啊，梨肉。梨梨，对，我没拼错。好，那个字念梨，那个字明天再告诉你们念什么。嗯，先学会一个就好。就这个不行了，要唱首歌了啊。多学了记不住，一天学一个啊。三个刀念梨，三头牛念什么？念酱。不对，是念酱吗？你对他好，把他的依靠当作回报，即使他无理下的去闹，念笨，最后是见你泪中带笑。你对他好，现在一天一地里越说越小。不行，这个我唱跑调。那个三个牛酿奔儿，奔奔奔跑跑了，念奔是不是？笨呐、啊，不念奔吧？三声啊，奔奔本，念本吗？三声三个牛三声念本啊，念本。谢谢心如止水哥，跟我一起念不恩本。好，我又学会了一个字儿。哦，刚才那个哥哥哈，在以后，对，以后你们就是这些名字哈都记不住了，一定要给我个那个啥啊。来，我们学一下啊，哪去了？啊，这个二加个心，你们很多人不知道念什么啊？来，我们普及一下知识。跟我一起读日哦，肉日恩人呢、啊、念人呢、啊、谁说念肉啊，我看着我都能念错了，念日恩人啊，二加一个心念人啊，意呢是古同人，仁爱的意思，亲的意思啊。好，念日恩人啊，日恩人啊。好，我们学会了一个字吧，二上面一个二，下边一个心啊，念人啊。好，
哎呀妈呀，给我整出满头都是汗了，念人。直播没白开，还能学知识，谢自己自大。你的爱我下载不到，幸福连接中断了讯号，承诺的布丁还未装好，一个人惦记着寂寞。你的心查看不到，感情对谁的木马干扰，若输入的语言都无效，该不该启动
以后咋没有推荐呢？就没有点开。谢谢刚才那个时候建峰哥说晚上我不太方便上线，完了今天就过生日，哎呀给我发那么大个红包哟，哎呀我就心里边，哎呀你说我一个过生日一个小孩，你说那么还这样，就对我心里边可，哎呀就感动的泪水但是没哭出来的。高兴了，别说，但是真是感动了，那泪水但是没有。给大哥唱首歌，这个歌唱的其实有些歌我都会唱，都不给你们唱啥的。哥喜欢听啥不？对对，我中奖了，为啥没有给我？为啥没有给我呀？请私聊一下我们家的管理啊。嗯，如果你就是说没有去私聊，那指定是这不就是那天昨天晚上给你那个啥了，就是没有找到你啊，或者你没有找到管理啊，就弃权当弃权，就像你中彩票了你不领奖就弃权了。嗯，但是那个东西还是那些东西啊，不会首发的。昨天我在洗手间里发的。哥你又说那话。我都知道，就是其实你们就是咱们家大哥也好，就是偷偷的上班上办公室可有意思，手机都有一次摔坏了。都感觉像老小孩一样知道吗，就害怕人家家里边说着，哎呀妈这一天真没正事儿。完了上班的时候还怕员工，哎呀老板这玩手机还玩歪歪，还给费人，哎呀妈呀长得这也不好看呢。还给费人这阵还刷礼物啥的，你说让员工看着怎么整，大哥跟我说的，人员工一进门帮帮敲门，啪一下把手机一着急扔地下了。哥你上洗手间你不能激动，那个地方不能往地下掉，哥地下还好点，不能往那个地方掉。嗯。就怕啥呀，开心是开心玩一玩，其实我告诉你当那个总经理啊，当老板呢其实最难，为啥上班就要上班就要这样。其实啊我告诉你现实生活中是啥样的呢，清晨哥来生愿做一朵莲，静静盛开在佛前，祝与你不染以清风而眠，花开不语花落无言，来生愿做一朵莲，来生愿做一朵莲，活在佛前活在心间，一生佛
盛开在佛前，祝与你不染，一起分而眠，花开不语，花落无言，来生愿做一朵莲，与你再续三生缘，不早也不晚来到你身边，不再错过，不再擦肩，来生愿舒展写笑嫣然，来生愿做一朵莲，不劳钻天喜悦悲欢，等到回头是岸，心不再凌乱，在鱼儿岸铭记之缘，等到回头是岸，心不再凌乱，在鱼儿岸铭记之缘。谢谢平凡人生哥、台湾哥、臭豆腐哥，还有自由飞翔哥、水雨哥哥，还有九哥，还有六九哥，还有心如意西游之水哥，还有雨中哥哥、旭哥，还有流年哥哥、只为飞哥，谢谢只为飞哥，还有明哥、牧言哥哥，还有台湾臭豆腐，哎呦呦呦，还有林天哥，还有为正义而战，谢谢芦苇哥哥，还有我们家兄弟们一卯族的兄弟们碧海哥哥，还有那个孩子啊，谢谢军哥，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Animal， 嗨，今天公鸡好奇哟、哦，不奇。什么不齐的，就是都是同样都是公爵啊，就是少个翅膀，为什么很多人不知道哈、啊、为什么公爵为什么要开守护呢，你知道为什么吗？你们谁都不知道为什么。嗯，你放个歌啊。公爵哈，大家都知道他是什么呀，都传说叫什么呀，叫这个公鸡。你说这个公鸡要是没有翅膀它能飞起来吗？那不就是公鸡吗？公鸡加翅膀不就成凤凰了吗？有道理。这个解释很完美，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这很完美，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怎么变凤凰，那你起码得会飞呀，凤凰也分公母啊，凤凰是不是分公母，好好分吧。分，这只要他有生命他就分公母，他不分公母不可能。谢谢 K 文哥。对呀、啊，
说哈，墨侠哥哥，这个攻击能不能下蛋？能。嗯哼，怎么知道呢？墨侠哥就下了一个。下了一个刺头心。私聊我的太有才，欢迎歪歪哥，太有才了，我笑得脸都红了。哎，帮歪歪哥抱一下啊！哎呀，歪理哪？哎呀，鸟哪去了？鸟让我摘下来，哎呀，笑死我了。这个歌叫下辈子不做女人，这个曲儿但我不太会唱，但是很好。给哥唱首歌吧，谢谢昨天光临菲儿这个菲儿到场的每位哥哥都没有给你们好好唱唱歌，真的。你又在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你又说那话。谢谢魏叔啊。这个歌吧，我刚才给大家唱的都是 DJ 的，给大家唱个柔情的歌，也代表这个代表自己送给自己的父母啊，也更代表全场的宝宝们送给自己的家里人还有自己的父母。歌名的叫记得咱的家。每一次离开家，父母总是放不下，拉起我的双手，说不完的叮咛话。外面的世界会有风吹雨打，哭了累了倦了，要记得回家。一年春风刮，飘过的游子好想家，想起远方的父母，眼泪泛起了泪花。爸妈放心把我们养大，为了明天的美好离开了
和言语在千里，再苦再难不算什么，叫一声老妈妈，再唤一声老妈妈，儿在远方不多远，记得咱的家，爸爸妈妈永远是孩儿最温暖的牵挂，歌唱的不是特别完美，这两天有点嘚嗓子哑了，我要休息一会儿。谢谢谢谢，但这个歌当时给我听的时候，我第一下我就哎，我就贼喜欢听，扎心了老铁。谢谢人微说，还有正义哥哥，还有成风哥，谢刚子哥，台湾臭豆腐，谢风云哥，六九哥，莫言哥哥，牛牛哥，可可哥，还有燃每一天，谢谢小南宫的官人。欢迎观众哥，谢谢阿强、金谷哥、小天哥，还有清远哥哥，谢谢，谢谢你，还有哥哥，谢谢你昨天给我刷了一个紫光的钻戒，不是项链什么的，我都没有谢到，但是我看到了，我昨天我都看回放了，谢谢你哦，老大喝水，好。开心吗？其实这首歌，这个就是年也差不多过完了，十五也过了，该出去该出门打工的估计都走了，都离乡背井又走了。谢谢你哥哥，谢谢谢谢你哥哥里的礼物，谢谢大志哥哥，还有庆阳哥，开个心愿是项链，看看好多人都看见了，我也看见了，我昨天看回放了哦，要不看回放的话，你猜我能看见吗？丫头有事先撤了，好的哥，拜拜哥哥。谢谢哥，去吧去吧哥，谢谢哥，一定拿住手机啊、哦！拜拜剑锋哥，谢谢你哥，还有流浪哥，谢谢。但是你没有觉得吗？我不笑的时候可淑女了。山地甩皮儿，谢谢我蛋哥，蛋蛋哥，哎呀，谢谢啊！以后你可以改名了哥，趁早先叫蛋蛋哥，趁早蛋哥，趁早进哥。村里留守的老人呐、是的，确实也是村，就是留守儿童啊，留守老人的是，其实真挺辛苦的，出门打工什么的。但是就是说，如果咱们家里有打工啥，你们喜欢听啥歌，你跟我说，非人不能给你分担啥，但是你喜欢听啥，在你闲暇的功夫上，啊，给你们减减压，逗逗你们开开心心的，把你们上班一天的烦恼都忘掉了，是不是？给你们唱唱歌，让你们开开心心的。就在这就可以了，没事跟飞儿扣扣字儿，哪怕飞儿看不到我都很开心。谢谢正经哥，就是你们就可能有 WiFi 啥的，连个 WiFi， 白天打完工回来了，躺在自己的卧室没啥事，打开手机，哪怕不看飞儿，飞儿长得比较难看，但唱歌还能将就听听听歌，跟大家一起互动互动，完白天的忧愁就全忘了，完了第二天还得正常的生活，完了能给你们带来一丝一丝一点一点的开心就行，这就是我直播的意义了。以后打工谣啊，打歌翁，打工谣，打工谣我有，我不会唱，我会唱
那个我唱啥？离家孩子吗？离家的孩子，离家孩子好像会唱，唱一个。这个晚上唱这个不扎心吗？家的孩子流浪在外边，没有那好医生，也没有好爷，好不容易找份工作，心情八分满，心里头淌着泪，脸上流着汗。离家的孩子夜里又难眠，想起那远方的爹娘，泪流满。青阳哥、正经哥、还有驴哥、还有六九哥，哎，明天不上班了，不行。
这个歌唱的比较扎心，但该上班得上班，上班要赚钱呢。赚了钱之后要抚养儿女，还要孝敬父母，还要给老婆买好吃的好玩的还有好看的，压力甚大呀。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都完事了之后要剩个快八毛的，记得给飞人刷个巴掌。感谢馒头哥，谢谢馒头哥，谢谢飞宇哥的汤圆，哥哥不要汤圆，用那个巴掌就行。那个啥，我给大家上个电视，完了没有过摘任务的兄弟们，摘任务过一过啊，不用六六，咱就一毛就行，主要是过任务啊，主要过任务就行，上电视啊，我看看这个玩意儿怎么整。金庸怎么刚刚去退就老了，我觉得够呛了，但是能走到哪算哪，过不去三千咱尽力就行，刷一个就好。感谢兄弟们，一晃就老了，歌名叫不知道何时冰消一成霜，不知道何时等烟已沧桑，忽然怀念从前那些轻狂和年少无知，年少无知轻狂，宝平哥哥啊，谢谢宝平哥，欢迎君梦哥，你干啥呀？来这么个穿着，一会儿出一会儿回来的。峰哥笑了，哈哈，我给你唱个慢的歌。老大，好久没有唱《好人一生平安》了，我唱过这歌吗？我以前唱过吗？换个百万榜，啥叫换个啊？你说啊，一晃就百万了呗，是不是？哎，这可以哦，我给你找个歌啊，这不就是
好好给你唱这回，一晃就百万了吗？是吗？好，我歪歪主播一晃百万，哎呀，好啊！你给我整的昨天聊天都有点啥味儿啊？你说话这是，唱个慢点的，走心一点的。谢谢高山哥哥。不知道何时鬓角已成霜，不知道何时容颜已沧桑，忽然怀念从前那些城墙和懵懂无知年少的轻狂，一瞬间发现人生太短暂，一瞬间发现路不再漫长，还没腾出双手拥抱自己，生怕轻易走得这么匆忙，怎么刚刚学会懂事就老了？怎么刚刚学会包容就老了？怎么刚刚懂得路还往哪儿走？怎么还没走到就老了？怎么刚刚开始成熟就老了？怎么刚刚开始明白就老了？怎么刚刚懂得时间不经用，怎么转眼之间就老了。这首歌有人喜欢听 DJ 的，但是我觉得还是慢的，没有那么紧张的气氛，但是细品这首歌还是慢的好听的。谢谢你，谢谢热爱每一天歌。不知道何时鬓角已成霜，不知道何时容颜已沧桑，突然怀念从前那些城墙和懵懂无知年少的轻狂，一瞬间发现路不再漫长，一瞬间发现路不再顽强，还没腾出双手拥抱自己，是经历走得这么匆忙，怎么刚刚学会懂事就老了？怎么刚刚学会包容就老了？怎么刚刚的路该往哪里走？怎么还没走到就老了？怎么刚刚开始成熟就老了？怎么刚刚开始明白就老了？怎么刚刚懂得时间不经用，怎么转眼之间就老了。怎么刚刚学会懂事就老了？怎么刚刚学会包容就老了？怎么刚刚懂得路该往哪儿走？怎么还没走到就老了？怎么刚刚成熟就老了？怎么刚刚开始明白就老了？怎么刚刚懂得时间不经用？怎么转眼之间就老了？怎么转眼之间就谢谢念成魔哥，欢迎我十六哥。欢迎秋南哥哥，谢谢我们家宝宝们，谢谢。谢谢，我先感谢一波啊！等会儿我先感谢一波啊！
那个谢谢那个我们家家长，还有费牛哥、风景哥、小李、魏大哥、宝平哥哥啊，以及我们家的木明哥，还有宇成哥，还有我哥，谢谢你啊！谢谢小明哥、青阳哥、踏实哥、一念成魔哥，还有会飞的企鹅，以及我家馒头哥哥，欢迎巨秋哥。啊，路边的野花，嗓子有点哑，嘚瑟。哎呀，通通的运气，通通都踩掉。逗一个，逗一个，你去逗一个，你等会儿呗。对，昨天那个没有连麦的，我看还有谁哈。昨天没连麦的，到时候给我报上来一个啊，我要连一下的。昨天的不生日那啥，电脑卡住了。今天有个没连上的。我给连一下，大家一会儿也给点点关注啥的。好，财源滚滚来，黄昏好久没放了，哎呀，那个有点吵。哎呀，对，还有天意啥的，嗯，没给连，还有谁？好多那好多人没连呢。祖国好漂亮，摸着你的良心说啊。好孩子可不能撒谎。身边的小人我们都猜跑，不好的运气统统都猜掉，太多的烦恼全部都猜走，快乐的节奏我们。哎呀，都这么说那就可能是真的，一个人说是假话，一群人说他就是真的。一会儿你们给我整脸红了，人都是主播，这家似的，这是啊，白白乎乎的哈，一天这底下游客跟着这啥，他说你们怎么还忽悠主播呢？猜猜跟我猜，我越猜越嗨，财源滚滚来，猜猜猜猜跟我猜，哎呀妈呀，停不下来。哎呀妈呀，我发红包吧我都抹不开了，这几天坑了。好了好了，发完红包了，停，不行，夸我了，好坑啊。哎呀妈呀，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好，有有有，抢着了一毛。那还有没抢着呢？这四的。其实这个歌我想给你们唱，但是没太学会。太低了，主要是。也谢一夜秋之歌，我学的歌都有点太低了。这城市冰冷的夜，我独自徘徊在这条街，当初我们许的愿早已破灭，或许我真的不够体贴，曾经谁说过给我一切，说奋不等到那一天，也许他给的怀抱会温暖一些，所以原谅我的离别，只是这个城市真的
经受的一切，你却说等不到那一天。也许你给的回报会温暖一些，所以我原谅你的离别。只是这座城市真的有点学的有点杂，可能学的太多了。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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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一会儿。嗯，我只在乎你，我会唱啊。这个歌名字叫《这座城市》，江雪的一首新歌。一把，我看看啊。哎，风哥，哎呀，逗了啊！找你磊，你磊不知道能不能接。哎呦我去，今天帅气啊！哎我操，你天天是不是就等我呢，老铁？啊？你就等我上线呢？没有，我看你，你等我一，我唱歌一累定了，一休息了，我一乱动，你就在第一名。谢谢谢谢，感谢。昨天晚上这周年庆给过的，这咋给过的这么憔悴呢？过的都给过黑了，都给啊。咋还过黑了呢？我长得黑吗？不是，我感觉给你过黑了。昨天晚上周年庆过得怎么样啊？幸福不？昨天嘎嘎的整的。幸福了，老开心了。感谢25。我看你安排的是明班的，明明白白，板板正正啊，真的。啊哈，行，是这个安排明白了。谢谢谢谢，还没就是招待不周还啥的，就尽量啊，就有的可能怠慢了啥的，报的晚了。我们家，哎呀，就因为场控，我都说了，就这月工资我都。其实你昨天你最大的，其实菲儿，你昨天犯的最大的错误啊，就在你过生日的时候，你昨天对我最怠慢的地方没有别的，就不像你说什么报晚了啥的，你对我最怠慢的地方就是你昨天没给我报一麦，知道不？这
个事儿是你办的最不对的事儿啊。你给我报一脉啊，当时咱俩这关系啊就更进一步了，真的。报一脉，那属于那啥，我磊哥黑我了。有点我黑你频道的意思了，是不是啊？对呀、啊，这个不能让他们说出来，所以说还得搁二麦比较好。在二麦多没意思，以后我就周年庆啥的，如果不是一麦的话，就别邀请我啊，没意思。昨天晚上回来，你问他们，我往天给别人随完礼回来之后都拉了脸呢，干黑粉。昨天回来之后笑么呵的，真的就因为你喜庆，真的为啥呀？就因为你喜庆嘛，跟你说两次了，哎。胖吗？五哥，这把你帮我赢了吧，行不行、啊？你就别搁三头五百的，你就刷个三头五百的，赢不了他，没有用。你就刷个万八千的，他家昨天的周年庆都刷拉了，今天是咱们站起来的时候了。五哥，你给我整个五七八千的，你给我安排的，是这么事吧？我看你怎么事儿今天？还行，今天可开心了，可能嘚瑟了。今天我现在第一个人想起就是你，真的。所以说就在你唱完歌的时候是吧，就想起我来了，就意思就必须得跟我皮一把是吧？也不是，主要是聊天，主要是跟你想聊聊天啊，还没好好感谢啥的呢。谢谢磊哥。哎呀，感谢啥呀，昨天我你看他们那帮主播进去就刷一万块钱，刷的不情不愿的，你看我进屋直接给你搂只穿云箭，给你直接安排上。当时我看我那只穿云箭过后啊，带动起全场的气氛，直接全场的高潮都上来了。没毛病，没毛台湾 I'm boy。 行，整一整生日啥的挺好。我那啥，这阵我也准备整一个呢，但是我行的话，我这磊哥你是多少号啊？生日我生日的话，我可以逆天改命。我要实在太饿的话，我可以逆天改命啥的。哎，就七月份的生日，我明明七月份生日，我可以改到三月，我可以提前办，因为我怕到时候乱。行，我怎么看不见他了？是不是我卡了？你们能看见我吗？嘿，我是不是看不见他了？他卡了啊啊！哎呀，这是让我也不能这么让啊，你让的也太明显了。哎呀呀呀呀呀，这让的太明显了，这哥真不好当。哎呀，那我。给我整不会，那我是唱个歌还是啥呢？还没等我唱回来了，哎呀，什么？你别让，你这是怎么个什么情况？去改命了，哎、不要刷皇冠，没有提成，不要刷。好了，哎呀妈，一哭俩呢，怎么？那你一哭，这人下面的也哭了呢。那天降正义了，你们看见了吗？啊，谢，哎呦，谢峰哥，谢峰哥，谢峰哥，别，哎呀，峰哥，哎，我走，哎呀，我去了，我掉了，主要是我没掉，这把就赢了，那可不，这才刚才那个，哎呀妈，必须两个，不改了，这命咱改不起哦，改不起，遭天谴。他这个人，他识别还挺那啥的呢，啊、俩，看看去，必须的。我必须带着他，我安排他，知道吗？俩帮敌是吧？外围外围很强大。现在直播都双份的，现在。哎呦，我这刚才我这命没改好，一下改拉了，给自己改的。小磊，你孩子多大了？我孩子还没出生呢。如果要有好几个啊，如果当时我心不狠的话，我孩子估计现在得比我高了。是的，如果当时我心要不是特别狠的话啊，但是没有办法，很多事儿。你也知道这事儿啥的。哎呀，天天你是真八点直播吗，磊哥？我今天八点半直播，我家有个那个弟哥，你知道吗？啊，知道那个大哥。刚到八点，我刚坐这儿，给我打个电话，又没播。我说我正准备播呢。啊。
然后我俩就唠了半个小时，喝多了话痨，你看你有啥招啊？你就很多时候一些事你不能说是吧？哎呀，发现他的套路挺深的。谁呀？完了，那个八点了，马上要直播，给你打电话说那个啥，那个没直播，马上直播，完你俩唠半个小时，这半个小时是弟哥给你耽误的。真的，你我就不又没有这事儿，你看我敢瞎说吗？对吧？这是真的啊。没有这事儿，我不可能瞎说，对吧？肯定的。然后这是真事儿，还以为开玩笑。在外面，感谢子毅啊，开的守护。他喝酒了，在外面，然后就跟我多说了几句，啊，给我训了。但是我觉得你背景，我每天都关注你的背景，你背景又换了。哎，你看，要说菲儿嘛，就是对直播这一块啊，就是真的。而且视频清晰老多了，特别帅。就这样，再往上一点，哎，对，就这样，特别好，在这个角度就可以，特别好。是吗？现在呢？对，行，就这样就行了，就留一点点，头上放个手，能看见就可以了。就这样，角度是正好的，看着舒服。就你看直播是最仔细的，真的。要说你是大主播呢，为啥呢？行，有发展啊，非常有发展，这一块相当好。就我背景每天确实每天都在换，是每天都感觉不太一样，就是有一点点。就虽然说我只能看着这一边的小框框，横向发展，我属于横向发展。我人到中年都这样，你别往心里去。哎呀，你才行行行，我才十八，什么中年？黑我！我怎么又卡住了吗？喂，能听见我说话吗？哎，但是我能听见他呀。咱家兄弟，我昨天晚上号没挂直播间啊，昨天晚上我号挂一个北京的一个女主播直播间里睡着了，晚上号就没扔直播间里，大家快火速。你听没听见？我听见他，我能听见他说话。你看是不是？哒哒哒，对，刚才要听这个歌给你们唱啊，这多老这歌。我这么含情脉脉的唱歌，完了你给我整个原唱，我也是醉了，瞅瞅，妈气死我了。人生是否要珍惜？下载完的啊，要不然它中途卡。
放这个是伴奏，我都不敢整，就不敢唱了都。这音质太差了。欢迎小李飞刀哥哥，这是谁？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人总梦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yo.
洗手间，我就连一下主播，看看谁在啊。爱你 one two three， 老李找我啊？是吗？宇哥吗？他找我的话会跟我说话的。等一下，他要连我，那就连我了。身体好多了吗？哎呦，我好喜庆了！哎呀呀，身体好多了！哎呀呀，好多了，好多了，好多了，哎呀呀，好了，这回就可以正常直播了吗？嗯呐，今天开始就正常直播了。那行行行，完了就别抻着啥的。那个手术啊、哎呀，反正很心疼你嘛。双胞胎，我哪有那么瘦？我指定是他姐姐。我这视频瞅着咋那么怪呢？还行，不怪不怪。你背景换了吗？换了灰色的，丑还没丑习惯呢。今天下午刚贴好，晚上就来直播了。好，行，那唱首歌吧，正好你飞姐要那啥去了，你那个上个洗手间，那就交给你了啊。好嘞。唱个啥歌？有没有最近有没有学啥新歌？新学的歌，我是个怕黑的女人。有点紧张，我好久没直播，有点不会了，好像。Hello Hello， 好久不见。霓虹闪烁的。情歌唱得那么残忍，思念一个人，回想往日的余温，一句真衷轻易了无痕。我是个怕黑的女人，爱上了个不该爱。小紧张，但是尽量控制。头发的紧张飞起来了。霓虹闪烁的黄昏，天空寂寥的星辰。情歌唱得那么残忍，思念一个人，回想往日的温存，一句珍重轻易了无痕。我是个怕黑的女人。
就算受伤也迷失的过往，就算闻不到花香，你是我记忆里的伤。爱上了个不该爱的人，如果一分爱三个人依赖，我不愿意再等。我是个喜欢小星的还给点点关注，完了吧，马甲改不了了吧？嗯呐，就一直新年快乐，一直新年快乐吧。我呀，我得两周呢，全要巴掌，等明天还是巴掌，我也改不了了。哎，我想要棒棒糖，一看我巴掌都不知道你要棒棒糖还是要巴掌。以后下周就点棒棒糖了啊，像啊，我俩长的衣服，我要我俩像的话，他指定是后娘养的，他指定是捡来的。你看我吃的胖啊，这么不叫胖啊，不对，我也胖了，我也胖了，过个年我也胖了，嗯，也胖了点。主要是我估计还是你那个就手术是全麻吗？不对，不、啊、那你智商不会降低了，没事。不还是降低了，有点笨最近。打麻药不管是全不全麻，都会这个都会那个智商会下降吗？就是反应会慢，他不会傻。有点也有感觉，有点那我这明显太大了。我就是以前我听两遍的歌我能学会、我听了三天我都学不会。哎，当时我学会了，完睡一觉起来就忘了，就跟吃了似的这个歌。真的。可能是麻药的事儿。我估计可能他们说等半年吧，半年应该那个啥应该能好一点。哎呀，非得把心愿关了啊，那我能关了吗？能关的话我就给关了啊。还学啥新歌了吗？来，再来一首啊！啊，新歌啊，在你这儿得唱点节奏的歌，不然他们都不愿意听。你属于小清新那种，咱俩风格不太一样。我唱的歌都太安静了，他们一整都愿意睡觉的那种，就爱听我唱歌。没事，你唱一个，一会儿我正好休息一会儿，我听听，看看有没有啥进步，是不是呆的都啥了？都唱歌是不是都不会了？现在都。没有没有，还好，唱歌还是还好，没有不会。视频不够清晰，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啊。就是我换成950，我就能清晰。谢谢寸草心哥，蛋哥，蛋蛋哥，谢谢。我也是920的呀。我这是920，你那是950的吗？我是920啊。他好像也比我清晰呀、啊。是不是我背景发黄的事儿、嗯？我往前一点。不是，觉得你那黄色的比我灰色的好看，好像是。哎，别，你就灰色的吧，到时候我给你看看背景。好呀，哥呀，你这是谣传吗？那我先不唱了吧，我这唱的太没气质了。那行，那让那个小心休息一下。完了，那个大家把关注一点一点，我要开始了啊！你给我个眼神儿啊，大哥呀！那个《刀剑如梦》叫啥了？不对，英雄不对，那叫啥了？你给我整的我不会唱了，哥的。哎呀，你给我整的不会了，是《刀剑如梦》吗？不是，一醉为红颜那歌叫啥了？给我整一激动，我不会唱了。是叫《刀剑如梦》吗？谢大哥给的多，那牛再飞，反正都是寸一剑也是飞，那我给你唱牛再飞哈。
有唐冲。Tree
好，喜欢主播可以点点关注，谢谢寸草心脏。这一生要的是洒脱，再多的困难挫折
彩车子。欢迎大家来到菲儿的直播间。谢谢清晨哥的巴扎。休息一会儿啊。海车哥想听啥歌哟？哎呀，人家刚刚唱完。海川哥喜欢听听那个啥哈、啊、海川哥你最近想听啥歌不？有点不习惯哈、啊、其实我真的是女神。给你们给海川哥放个这个歌吧，这个海川哥喜欢励志的歌曲，这个不温柔是不是？
谢天地之赐，感谢灰飞烟雨，谢悠悠哥哥，谢谢谢谢。哇、哦！谢海川哥哥，谢谢谢谢谢谢。今儿不忙啊，哥。有没有最近喜欢听这些歌呀？什么温柔一点的歌？对对对。哎呀妈，我唱这样的歌，我觉得我啊，就是不行了，有点不像当年那样似的了，累了。玩会儿游戏呀、啊、哥。吓跑了。玩游戏就没有吧。啊，没跑，吓跑了。没有没有，应该是有事儿，他不带吓跑的。谢谢那个晚素哥，谢谢谢谢。谢谢小黑侠哥。你们就到点儿，就九点你们就回去直播就行啊！我跟他们开会儿聊会天，我也就下了啊。去吧去吧，要不你们也得准时开直播，是不是？每天一定要有个点儿准时开播，好不好？嗯，去吧，没事啊。听说男人犯了什么罪？斗一把下呀，我看看啊，看看谁在呢？李哥，还有谁呀？嗯。柴米油盐酱醋茶为谁？为了过上好日子，心里憔悴，赚钱辛苦活得好累。谁说男人不容易伤悲？没接他，估计是忙呢。坚强的人也会喝醉，为这辈子不后悔，努力去追，再苦再累都无所谓。谢谢谢谢谢谢。你是爷们儿，别说累，执着最珍贵，双手撑起美好的明天。我要不说话，这里坐的话像不像女神啊？不要不要把那个精字打出来啊！不行，我是怎么看也不像女神样，就是。感谢快乐每一天哥，谢谢谢谢谢谢哥。嗯，女神的歌有什么什么样的什么歌是女神歌？我看看摘肉啊，摘肉，哎呀妈呀，差早呢，过不去了好像。咱能过到哪儿算哪儿，起码积分多呀，哈。这个漂亮。是啊是啊，这个漂亮，我但是我很少有、哦、这个。确实哈，这个。是贵哈，凤冠霞帔的呢，是好看哈。欢迎新布哥哥，那个还没感谢新布哥哥呢。新布哥哥，谢谢谢谢。那天你瞅瞅也没有感谢啥吧？你走了，先微信说声谢谢，我咋还没有你微信了呢，哥？啊，新布哥晚上抱一抱啊，谢谢家长哥。唱首歌，给这几个大哥唱首歌，咱就下好不好？唱首慢歌吧，
我再唱首慢歌，今天有点，今天属实有点有点那个啥，北京烟火呀，北京，北京烟火也行。新布哥有没有啥的？我这挺不好意思，那刷完礼物完了你就走了，也没照顾到我这一天呀、啊。喜欢听啥歌？客气了，飞。哎呀，给我整的不好意思。哥，你喜欢听啥歌不？我给哥唱首歌。我先唱一首歌啊，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这样的歌。每个蜗牛都有自己的壳，就连蚂蚁也有小小的窝。长安街上霓虹闪烁，万家灯火，我只要你点亮一盏灯火。外面世界看不清的诱惑，有人点了，有人依然执着。每个平凡的人都像我们一样，来不及看风景，在路上奔波。啊，忙忙碌碌的生活，我们像个陀螺，拥挤的公交车总有梦想盛开着。爱情不是童话里的美丽空中楼阁，绚烂之后降落柴米油盐的生活。啊，匆匆流逝的时光，我们留得住什么？葱郁的青春里还有歌声回荡着，生活教会的诱惑，有人点了，有人依然执着。每个人都有我们一样平凡，来不及看风景，在路上奔波。啊，忙忙碌碌的生活，我们像个陀螺，拥挤的公交车总有梦想盛开。总有梦想盛开着，爱情不是童话里美丽的空中楼阁，绚烂之后降落柴米油盐的生活。啊，匆匆流逝的时光，我们留得住什么？从日的清晨里还有歌声回荡着，生活教会了我们什么叫知足常乐，只要你陪着着我，就是最美丽的烟火。今天有点累了，这两首歌都没给唱好，有点疲惫，使不上劲儿了，嗓子都是。谢谢大同小鱼哥、庆阳哥，谢谢志夏哥，还有华哥，谢谢花海枪狼众，谢谢闲云闲云信步哥，谢谢守住哥哥。哇哇！谢谢刘苏，谢谢西部哥哥，谢谢谢谢。嗯，不逗了，宝宝们。李哥那边好，应该在什么什么，他要干仗。我说我跟他说了，我说要不咱明天再逗。我说我一会儿我就下了。
是吗？你们观察好细，我在电脑上看不着多少。谢谢谢谢，也感谢所有的哥哥们。哎，咱们家的公爵团们，谢谢大哥们一直的陪伴啊、守护啊什么的，谢谢你们，谢谢谢谢。首先，让我们看一下本周的贡献。One, two, three, go！ 恭喜我们寸草心哥，本场贡献第一名啊！谢谢谢谢。哦呦呦呦呦，你这又回来了是吧？你这号没回来都不行是吧？你还得把号开回来，你看你这小号就搁前面抬一会儿得了。谢谢谢谢谢谢。第二呢，就是我们感谢我们那个冷雪哥，也就是我们的剑锋哥，还有我风哥、青阳哥、海川哥哥啊，海川哥哥走了啊，还有这个发哥、追梦哥哥，谢谢军哥，还有新布哥哥，谢谢，还有承诺，还有小天，谢日伟，还有一念成魔、正经哥哥、烟花哥哥、臭豆腐，还有谢谢你哦，还有数字哥哥，这个哥哥送了好多礼物也啊，是送了好多礼物的。其实有本场贡献挺好的，卡皇指定是拉扯不下，还有飞牛哥、流年哥、人生哥、浅哥、小文哥、热爱哥哥、馒头，还有这个 DZY 哥，等会有能改名了，兄弟们一定要改回来马甲啊！啊，这前面必须带上你飞，我很有荣誉感的啊。那个还有那个流行哥哥、秀姐，还有心如止水、黑夜哥、邦哥、冲九哥哥，还有雷子哥哥啊！谢谢你们都天天来看我，还天天给我送这么多的礼物。谢谢叶秋之哥，还有莫言哥啊！谢谢七哥、守护哥、花海浪千重，谢谢小飞侠、夏天哥哥、清凉哥哥、小南官人，还有这数字哥哥，都是不会改名字的。等半个月以后嘛啊！刚刚到家，我刚刚夸奖完你。还有兵哥、飞东一般哥、乱来哥哥，还有这个天地哥哥，还有数学老师，还有我们的新少哥哥华祖六六。最后一名同学你在吗？谢谢东区哥哥。最后一名同学你在吗？上课了，嘿，太睡呢，起来了。最后一名同学刷祖六六啊。哎，最后一名怎么变了？哎呀妈呀，你还拉肚子了，你没了。我天，是不是给挤没了？哎呦我的妈，笑死我了。那个数学，哎呀妈呀，眼看着给挤没的。哎呀妈！笑死我了！谢谢守住哥哥，谢谢守住哥哥，天地哥哥，那你们这么来的话，这么来的话，明天不得刷到明天去？我换首歌啊，换首歌，换首菲儿的歌曲，换首菲儿的歌曲啊！乱来哥哥，我看看谁不在，我明天我就点名啊！最后一名，乱来哥哥。起床了，哎哎，醒醒醒醒，上课了，嘿。不是，我觉得就是最着笑的，就是我明明看着最后一名，哎，夸就挤没了，完了，那孩子拉肚子了，这笑声太魔性了，哎呦我的妈呀！拉肚子了，拉肚子了。那同学拉肚子之后，完了那个直接数学老师是定住了。哎哎，他来了，新少来了啊！哎呀，笑死我了！谢谢那个快乐每一天哥。哎呀，不是太着笑了，就眼瞅着那个啥，太着笑了。够了，跟大家聊会儿天儿，全谢谢大哥们的支持啊！楼兰太高了，等我恢复恢复的。今天够呛，我觉得这够呛，那个能过去还有1000多个呢。完了，大家就能尽量多过一点，就多过一点，小孩就过一个。
你知道我今天睡到几点吗？从昨天半夜开始，我一直睡到下午五点，可能累着了。四神哥来了吗？把四神哥抱一下。哦，哇，全了，谢谢我峰哥。哎呀妈呀，阿卡你这图啊，没白做。哎呦我的天哪，哎呀再来一遍。我最辣辣的爱你。我爱你胜过喜欢我自己。眼前上的感谢大哥给力多。谢谢大哥给力多。视频有点短，谢谢谢谢峰哥，谢谢峰哥。感谢坚持哥哥，谢谢谢谢谢谢，我一天都成精神病了。哎呀，谢谢峰哥，谢谢峰哥。那个谁呀，那个把这个视频做了再多一点啊，晚上不能睡觉了啊，完了做多一点，完了那个完了那个啥，再给我整个别的啊，谢谢谢谢啊。欢迎四神哥，把我四神哥抱一下，四神哥来了吗？谢谢家长哥哥，谢谢谢谢。给我整个火箭的七号麦，给我四神哥唱首歌吧，好久没见着我四神哥了啊。四神哥也是咱家的这个老，你不能说老大哥，新大哥，也好久没见着你了。哎呦，你这个下大的攻击来了，往前抱一抱啊。好久没见到你了，在你眼中我看到那份柔情，谢谢谢谢。我把思念装进了我的梦里，跟着你的名字。四神哥想听啥歌不啊？谢谢谢谢我峰哥。哎呀妈呀，谢谢我峰哥，太厉害了。放一个企鹅那个呀，我看看啊，这个吗？啊，不是这个，这个，这个吗？企鹅是没有腰的，上下嘿，转圈儿哎，云锦当色一梦。
说今天是什么？啊，昨天是我生日，是的，是的，过完了。iPhone， 谁爱用谁用。我用大哥大。好，今天就给你们放到这儿。哎呀，思辰哥有没有想听啥歌？唱个最后一首歌吧。这思辰哥好久也不见了，哎，送给我们家的哥哥们，再感谢大哥们对菲儿的宠爱，谢谢。传上去呀、啊，到时候我给你传上去啊。谢谢 YIG 哥，谢谢，谢谢守住哥哥。谢谢守护哥哥，谢谢凡哥。唱个啥呢？去吧，二丫，你咋还没回去？快去吧，快去吧。哦。看看唱个啥，找一个。三十出头我不会呀、啊。踩气球不行，露大腿。你问咋那么坏呢？给思辰哥唱个这个歌吧。在心中留，往事一去不回头。深夜的时候是想你的时候，点点滴滴在心头。明月几时有，爱在心中求，干了这杯相思的酒。心醉的时候是想你的时候，举杯消愁愁更愁。谁能解开这心思的愁，却来了匆匆。谁也不能让爱随波逐流，谁能解开这相思的愁，谁能把这那红尘看透。枫叶翩翩飞，又是一个秋，频频相思涌心头。中秋，干了这杯相思的酒。心醉的时候是想你的时候，
愁愁更愁，谁能解开这相思的愁，谁能把这那红尘看透，人世间的情绪乱与匆匆，谁能又不让那爱随波逐流，偏偏相思涌心头。从啊从来始终不知道后边是啥调。去吧，往哪儿跑？七彩，七彩，往七彩跑。哎呀妈呀！用我教你们那套，完了你忽悠我，不走了。哎呀呀呀！气。哎呀妈！你就这样说，我告诉你，主播累死都不知道咋死。谢谢思辰哥哥，谢谢思辰哥哥，哇！思辰哥哥应该现实好像可忙了，嗯，去吧去吧去吧，回去吧，去看他们去吧啊，嗯，还有一点啊。上边家一定要低调，不管是说七彩还是啥，就低调，不能去指挥。喜欢咱就看看，不喜欢咱就不看，不行说啊，要不然就觉得哎，这么事儿呢，他家粉丝啊。
晚上牵手都不肯。吉祥，各位吉祥，各位吉祥，我是不是还没关视频呢？我还以为我下直播了。哈哈。我没干别的，我还以为我关直播。我还在这瞅呢，我还以为我关直播了。那一天呢，么么哒，睡着了。哎呀妈，太糊了这孩子，幸亏我没换衣服啥的。我还以为我关直播了，我还在这看呢，就说话呢。哎呀妈，那没。